第一个拉了，第二个拉了，第三个拉了，第四个拉了，第五个拉了，第六个拉了。拉了是指啥情况？就是抗物理暴击、抗法术暴击啊！这他妈一条条的特别长，防御加气血恢复效果。哎呦我去，这波死的太惨了，还好最后有一个双防御的啊。老板现在目前不算刚才的，已经五车了，但是越后面越暴力啊！后面的一车顶前面的三车，这一车1亿多，700块钱、70块钱、80块钱一个鼠标，80、160。240、320、400、480、560、640、720、800，治疗速度，误伤误报，法伤结果加法伤，治疗加误报，法伤加误报，穿刺加法伤，误伤加法报，狂暴加速度，法报加误报，速度封印加穿刺，哎。兄弟们，弹幕抽了6份鼠标啊！穿刺狂暴加误伤，伤害加狂暴，误报加封印，法报加误伤，穿封印加狂暴，狂暴加法报，封印速度加法术伤害结果，伤害加误报，法术伤害结果加狂暴。哎呀！讲道理，我有点残忍了。压轴的120加140混合灵石来了，120的超级简易，109级用啊，多一段宝石。谈成就吧，别等了，防御加防御加气血恢复效果，格挡加抗风，气血加气血，气血加恢复加抗物理暴击，气血加抗物理暴击。气血恢复加抗物理暴击加气血，抗物理暴击加防御啊，又是一个双防御，能不能来个三属性的？亏，血亏的吧，血亏，血亏。第一个拉了，第二个拉了，第三个拉了，第四个拉了，第五个拉了，第六个拉了，第七个拉了，第八个拉了，第九个拉了，第十个拉了，属性很饱满，比质数我们没输过，比价格我们没赢过。好了，老板，几率叠加了，你玩过拳皇97、98、99，对吧？人物挨打。他是不白挨打的，他是需要积攒怒气的。积攒怒气以后可以爆豆，爆豆可以放大招，懂吧，老板？这个在程序设定上，对不对？叫做几率补偿啊。咱们前面虽然没出东西，后面就一直出东西了，拦都拦不住，爆爆爆！尔是为的三伤害，尔是为的三封印，尔是为的三固伤。狂暴速度。双治疗一法伤啊，看着真的很唬人，吓我一跳。我以为出一样的加成，成就谈过了呢，不值钱啊。法术伤害结果加穿刺加法爆，速度封印加穿刺，速度加法伤，法伤加治疗，固伤加速度啊。治疗穿刺加法爆，固伤加法爆。这个缺一个灵石图鉴，稍后咱们再补。大戒指。鼠标点一下，小200。我求求你出点东西吧，大哥，出点东西吧，兄弟们，出一个三伤害一速度够不够用？三伤一速，第一排的第三个三伤一速，哎，也还行了，也还行。这个零是双固伤，固伤国标12啊，然后。各自报了一点故伤啊，然后报了一点速度啊，这任务用
还行啊，任务用还行，能卖个1000多块钱啊，比普通的双固伤多了一个速度，好用一点点。封印加穿刺，法爆速度加治疗，固伤法伤加伤害，伤害加狂暴，大戒指之穿刺狂暴，穿刺法伤，固爆加法术伤害结果，固爆加法伤啊，法伤结果加固伤。没有一点防备就这样出现。兄弟，我想吐。快乐。老板，你。